个碰到这个浴火节，所以很难得了，因为我们在泰国比较远，就是好像回来我们的家一样。鲜艳活泼的服装，十六位新住民也成为全场焦点。这么庄严的活动，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。所以今天在此，就是母亲节到来的这一天，祝愿全天下的母亲能够母亲节快乐。虔诚绕佛绕法，站在静思精舍法师旁，众人如归如仪。即使艳阳高照，但是大家都踩着坚定步伐，一点也没有疲惫的感觉。对，非常的宁静，可以感觉到那种大家一起祈祷的那种力量，启发大家透过这个节日一个善念。那这样善念如果能够在世界绕着全世界的话，我想世界就不会有什么灾难。花莲浴佛大典年年都吸引越来越多的会众来参与，人人也期待可以透过浴佛亲近身心，迎接新的自己。大家新闻花莲综合报道。